来到最后一个景点，那我们先说这一个景点是五颗星，可能甚至给他六。最后这一个景点，最后这一个景点直接五颗星，先跟大家说它五颗星。这个就是我们的 Glacier 冰河。Bing Franz Joseph 什么 Franz Joseph Franz Joseph Glacier Glacier Franz Franz Joseph Glacier Franz Franz Joseph Glacier Glacier Friends 下一个景点呢，下一个最后一个景点呢，我先说它是五颗星的，真的是超赞，这就是我们的 Franz Joseph Glacier Glacier 最后一个景点呢，我先说它是五颗星超赞的景点，它就是我们的 Franz Joseph Glacier Friends 最后一个景点呢，我先说它是五颗星超赞的景点，它就是我们的 Franz Joseph Glacier 冰河。这个冰河真的，这个冰河真的是，这个冰河有这个冰河让我人生成就达成。这个冰河，这个冰河让我人生成就。这个冰河让我，这个冰河，这个冰河让我人生成就达成很多第一次的。这个冰河，这个冰河让我人生成就达成了非常非常多第一次，像是第一次，像是第一次坐直升机啊，像是第一次坐直升机啊，第一次踏上冰河，然后可以碰到天然的冰，超级干净的冰，超级干净的冰水，超级壮阔的冰河。真的完全不会后悔那个冰河耶，是冰河耶。但是冰河，但是整个冰河都在快速的融化当中，但是整个冰河都在快速的融化当中，所以要去就赶快去。但是整个冰河都在快速的融化当中，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完全的消失，所以要去亲眼看到了，速度又快、欸。